经查，当日慈惠堂人数众多，本分局福德街派出所王姓员警驾驶警用机车赶赴慈惠堂前执行交通疏导，期间13时52分，行经民众驾驶室是小客车旁，为经询员警表示，当下并未与该车发生擦撞。为求慎重，本分局调阅后续路口监视器影像，亦未见该车右侧车身有擦撞痕。他撞到我们车了。有，刚有声音。是撞到哪里？那里。啊？那里。刚警察有一声后。撞到我们车了。有，刚有声音。是撞到哪里？那里。